这样痛吗？稍微。也是稍微而已啊。我应该是这样，越深越痛。这里痛吗？非常痛，这里最痛。这也不痛哦。刚刚那是最痛的地方。因为这里是长过的，今天不是很多水哦。还是很痛吗？没有，稍微减轻了，只要有血出来就行。老师好，我们刚刚放的这一段是你那个耳后肿块的影片，请老师补充说明一下。好，这个硬结肿块是我无意中摸了，摸到的时候非常疼痛，而且也发现已经肿，那就开始进行按推。这样痛吗？稍微。也是稍微而已啊。我应该是这样，越深越痛。这也不痛哦，刚刚那是最痛的地方。因为这里是长过的。这里痛吗？没有那么痛，但还是痛。没有想到第一次按推，它就流出组织液。那我也不要动，不要动，就这样，应该可以看得清。这样就没有了。还有白白的，好像牙膏那种固体的，那之后还有一些，像鲜浓的血液也流出来。那这样按推完之后，隔一天再按，还是很痛。而且体香只要轻轻一碰就很痛。那尤其我的体香是比较在深层的，所以按到深层的时候，它组织液、血液就会流很多，有时候甚至一个小小的洞就要用两三张卫生纸把那个组织液擦干净。
这样来来回回，每天这样处理，经历了差不多两个月，差不多在元旦前，我感觉体伤也没有了，也就是他本来在按的时候那个硬结肿块在深层，刚开始摸到一粒，最后又摸好像不止一粒，最后确定有三粒，然后三粒连接在一起，最后伤口不止从上面破掉流出来，还有下面也流出来，所以整个伤口让它组织液流出来的应该有上下两个伤口。那这样两个多月之后，压痛点，也就是那个体伤，即便在大力按也不痛了，然后组织也没有再流了。那刚好紧接着就是我准备去香港做演讲，那这个过程中自己体会，哇，原来那个硬结肿块，然后体伤流出的组织液，每天即便这样大力按推，配合涂姜粉泥，这样要好起码也要差不多两个月。好，那之后就摸也不会痛，好像一切体伤都修复完了。那这一次刚好在香港，可能大型演讲，那自己可能比较累一点，那累了回到台湾来又感冒，那感冒差不多一个多礼拜，这样折腾了十几天之后，我发现原来的体伤又开始疼痛，然后耳后又开始肿胀，那这一次再帮他挤压，一样流出血液跟组织液。所以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不管硬结肿坏，或是甚至像乳癌肿瘤破掉，它要到修复起码都要两三个月，尤其伤口很大的话，甚至要三个月到六个月。那像我这种小伤口，照正常应该是两个月到三个月就可以完全修复，但好了，如果你就是可能情绪啦，或是太过劳累啦，或是像我不慎感冒了，然后体力下降，然后原来的体伤加重的时候，它还是会再回来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热能不足确实会影响体伤，原来的体伤加重之后那这些症状就会再出现所以对于硬结肿块肿瘤这一类的，我觉得好了之后偶尔还是要追踪，然后自己要懂得保健方法。所谓的保健方法当然就是要充分休息运动，还有良好心态，然后饮食一定要注意不能太寒，那这样它体伤才不容易复发。那如果在后面过程中你按到深层还有痛点，还是要继续按，按到直到体伤都解决了，那伤口自然就可以完全修复。